我给你看啊，我下山的时候啊，有点不大想走了，结果协办人把它拍下来。因为有个动态的。大概待了五分钟六分钟啊，有感觉看自己，在那边看自己在爬这样，觉得说应该不是我这一次在爬，好像我前次在爬，有点灵魂出窍这样啊，有点不大想走，但也累了，因为我那天来回走了，到那边已经二十几个小时了。旁边那上面那个妈妈现在不想走，今天停。协办人拉个绳子拉一下，我动一下，我不想。这个，跟我一起登顶的有一个伊朗人，他下来的时候啊，他就在我旁边滑下去了，他滑一段20公尺，那我本来去拉他，协办人我不要拉，就这个人，就这个戴红帽子这个，结果他大概是30分钟就冻死掉了，啊冻死掉以后，他就协办人就把他锁在那冰上面，那个暴风雪快要来了，你看这气候知道，暴风雪快要来了，那我们就下去3天，他又上来爬，又实在钻了把他拉下去。这是我们的意义，对比都是大陆的商业。我看啊，这是圣母峰，有发生过一件事情啊，就是遇到雪崩嘛，然后这个雪霸他是帮美国人嘛，脱离危险嘛，他把雪霸里面死了2个。然后呢，美国人感念他，就给他办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隆重的仪式啊，然后又睡在包他的尸体了，在基地里绕一圈，他绕进来2个多小时，然后就把他抬到最后就把他放在那个最高的面包店里面，就停尸间了，把他里面先冰冻着，那过几天以后他再砍下去，用木材把他烧掉。那我爬马拉松完回来之后，我没有力气走路回来啊，整个人虚脱了。然后就花了100块美金去跟那个老百姓租了一匹马，想说骑马下山。发现啊，刚走几步就吓死了，发现比走还要危险了。结果嘛，摆掉这100块美金，一直不敢做啊。啊，结果嘛，牵着马回家，想摆掉了100块美金，不敢做。啊，这皮肤都烫伤了。那这个就是伊朗队那个死掉那个队员那个队长嘛，这边叫得很伤心啊，一直叫他爬上来，一直叫，要我不要去拉他，因为我一拉，我那个冰刚好是平的，平的，我一拉他弹出来的话，变成2个人掉下去力气拉，会把前面6个跟后面5个全部拉下去，这就不准动，就要让他自己爬上，没爬上来。那给你看看我今年去爬世界第3高峰。实际上这个是很陡啊，都是垂直的爬上来，那协办的人拍起来看跟平地一样。
他把那个帐篷带，把那个摄影机搬来，倒着拍的。结伴的绳子要少带了400多公尺，就在那边徘徊了一个多小时，很想冲上去，但是发现太危险了，算了，就下来，就连续走，一走两天了，都没有睡觉，侧身就侧身下来，因为他抱着几个懒的，都没有睡，就是往下走，到最后走了，连踢到冰里面力气都没了，又滑的。把前面也好，医生，你看三段，还有几个三段。
喷热气流啊，大家要等一个等一下。好，我大概是讲到这边。我另外被当中有漏掉了，再给你们补充一下。那像我们在那个地方，第一个就登顶的时候，有人问我说你怎么上厕所？那我都是小直接小在裤子里面。直接小在裤子里面的话，你刚开始觉得很热，然后慢慢又觉得很冷，很冷你就想着赶快拼命走，走走你就会冒热气啊，就把那个尿骚味就会从脖子这边冲上来了，有尿骚味。到这那时候冲没有了，大概小便就没有了。然后一般大致是包尿布啊，因为来回有时候走，一定要在暴风雪来之前一定要走回来。有时候走了三十几个小时，像我去马拉松就走了将近三十个小时，他就是靠耐力也撑得下来，就走下来。那去爬马拉松的时候，有遇到一些比较遗憾的事情，像你刚刚看到七千四的地方，像六千九搭到七千四，那条绳子是我搭的，但我花了不少钱买那条绳子，因为那很危险，所以我用动力绳。绳子也分动力绳跟静力绳，动力绳是静力绳的三倍的价钱，很贵。但是它有弹力，比较安全，那我就买那个绳子，然后花一个礼拜把它搭起来。搭起来之后，学霸人是说要把那绳子给他，他要把它卖掉，因为我登顶成功了，那绳子没用了嘛，那去拆也很危险，然后我就那就给你。他就打电话给那个华国队，说你还没有上来，我已经登顶成功了，你要不要绳子？我五千块再给你，五千美金呢、啊？那行，那华国人说太贵，一千，跟他讨价还价，他说不要，一定要卖五千。那华国人不买，那个。然后那个学霸人，我那学霸又去打给那王柱，又去打给印度队，印度队有五十个，他说你要不要买我的绳子，五千块很便宜，五千块美金，我帮你搭好了。结果印度队说他要自己搭，他不要买。结果学霸人就他还讲了一句话说，你也不敢拆，他说你也不敢拆。结果学霸人就生气了，我拆给你看，就要我待了六七九天，待了两天，他跑去把它拆，真的把它拆下来。拆下来之后，化工队就上来了，那化工队四个人就上来了。因为华国人是跟我一起申请入山的，我们合在一起，但是分开打。他看绳子真的被拆掉了，他也没办法，无可奈何。他说可以谈价钱啊，为什么就把它拆掉？可以再谈啊，那一拆掉了没有办法了。然后他就华国两个人，华国人两个学霸人就绑在一起，是阿尔卑斯神阶环，就开始爬，也没有爬二十分钟，下面华国人就滑倒了。滑倒了，把另外一个学霸人拉下来，结果上面那一个学霸人撑住了，一直叫说我撑不住，撑不住你三个人。赶快想办法，就下面那血棒就把身子割掉了，就那三个人全部死掉，那摔下来，摔下来就掉到冰溪里面去，掉到冰溪里面去，一直往下滚就不见了。然后另外两个化工人就去叫直升机来搜救，我就问他这一天多少钱，16000美金，他搜救了三天，结果尸体都没找到，掉到冰溪里面找不到，因为他冰溪是根本是无底洞的，所以我刚才没有拿那个冰溪那个那个袋子给你们看的，但是因为但有临时按错误啊漏掉，或者你们可以看那个冰器，时间够不够？够吗？那我给你看一下那冰器，因为我忘记带那个，我忘记带那个手表了，所以说我不晓得。那我给你看一下冰系的银带，责任大了，这样子。三个方向。我有开那个冰系，这叫冰系啊。它冰系底下是无底洞。
三 D 块和 AD。如果 B 4是裂开的话，就是楼梯把它接起来。楼梯接比较高的话，它会左右晃动了，就是走着把旁边会先降一个绳子，把安全带拖在绳子上面。万一晃动带它掉，我安全带干线，它可以找到你。Slowly.买一本，我有30块钱的收入啊！那明年就可以去爬了。我也有30块的收入。分账五年的八五折。那你们买了以后，如果说需要我签名的话，你可以交给老板啊，我拿回去帮你好好写一些书法在上面。那时候书法应该会比较值钱，比书值钱。书法用好。各位，今天别人一千。有没有问题？那请问你们爬3小时的话，还有吃饭吗？还有喝水吗？如果连续爬3、4小时的话，这喝的很少啊，那还是要喝啊，因为在那种高地过8000公尺以上，你如果说不喝水的话，我们一般都是嘴巴里面会含一个糖果，你如果不含的话，那唾液出来的话，舌头会黏到上颚，它会整个水分被抽干了，然后黏到上颚的时候就把它拉起来会痛。会破皮，所以一定要拿那个含酸梅啊，或者含糖果含在嘴巴里面，这24小时都要含着，都有东西含着，所以说回来的时候就是牙齿都会痛，都会痛。那另外就是在高地上面，就是说喝一杯咖啡大概1个小时以后才喝得到，就是你要去挖水，你离开基地以后都要靠自己，然后去挖冰块，冰块把化成水速度很慢，那化成水把它烧滚。那整个过程呢，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，有时候一升的瓦斯只能烧不到一升的水，所以在那边是喝水是很困难，就是那个热水瓶是装热水进去，喝起来是冷水，是没有结冰的，一般都是零下20到30的温度。想请问你登这样高的山，你是行前的做什么样训练？行前就是在台湾的山不断的爬，是我在台湾以前爬上那都是一走好几个月，在山上绕1、2个月才会下来，就是训练自己的耐力跟体力。那平常高度上需要？高度上没有办法，高度上就是说你自己平常要去到国外去训练，去冰攀训练。然后，是我在国外有去参加冰攀训练，没有冰攀证明，雪攀证明和岩攀的都要去训练。然后，高度测试围的话就去爬个岛峰啊，6119嘛。爬6000多可以，大概7000多就也不见得也没有问题。但是爬7000，爬瀑布岭大概7100多嘛，那7000可以爬上去，就去爬上去就没有问题。能够到7000，大概是8000应该就没问题。有没有年龄的限制？年龄
如果有灵异现象，我就不能爬。危险是还是？但危险就是比较高，年纪大危险比较高，所以说你要让自己比较年轻啊，心里要开朗一点啊。那为什么看到那个晦气走的话，他就没办法下来，就死在上面？对他那个就是，你也不晓得会不会晦气走，所以说你要测试啊，测试一个状况，它也会有声音啊。会积水会有声音，呼吸会有声音啊，会有声音的时候就不要勉强了，一定要下来。还有一个是测含氧量，它有一种机器可以测，夹到指头上面可以测嘛。那含氧量低于你如果说在6000的话，低于70它就不会让你上去啊，因为上去一定稳死啊。它会测你的含氧量。那是说，其实上我有测过，我在6000，我在阿玛达港6200我有测过含氧量，那我是88。但是我要喝有一个款的红景天，喝一吃一吃啊，话变92了，就发现红景天是有用的，而且那是胶囊的红景天，我要测三种，就一种有用，但还不能讲，讲要办人家广告的钱，然后他也没给我钱的。是一个。哎，你想跟肺活量没有关系？肺活量应该是没有关系，应该是关系不大，因为你肺量大没有氧气可以吸啊，所以说你去。但是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像我去爬过8000以后回来啊，到台湾来觉得很日子过得很幸福这样。为什么觉得哇，那空气里面都有花香啊，草香啊，觉得很快乐这样。我也是我去那个，我有一次圣母回来以后，带一个摄影师叫谢春德，去那个去南湖去爬山，他们都说哎怎么没有说空气，我一讲就觉得很快乐这样，到处都有空气很浓这样，他们都叫没有空气，那我就吸得很快乐。我印象很深刻，我看这个充满危险性，那是很热死。爬8000公尺以上的山，没有什么安全的，一定都是有危险性的。那我这人就是，实际上我去爬这个山啊，是被一个朋友气到。有一个老外啊，所以有一个老外说，你们这台湾人就说，意思说没看过世面呐、啊，你爬这种山怎么样？意思说他们都爬到什么山，8000米以上的山了、啊。那你们台湾就没办法爬，我听着我就有点生气了，我就想什么试试看，我就跟那个上文章教授讲，那数学系教授，我说那你就跟我一起去猎鹰去逛一下，哎，发现呢好像是可以爬的样子，啊，真的没见过世面这样，那些山那么玄，我真的去爬，就开始，哎，发现了花卉很大，就开始木爬，越木越顺这样，那身上的衣服的标志越来越多这样，到时候木爬。你这样的爬山对家里面的人的那种感受啊，还有孩子有学到些什么东西？我跟你讲，我去参加了吴大明的节目啊，吴大明就说，你是我先生的话去爬山没有问题，死的话我再换一个先生。或者你是我儿子，绝对不让你去爬，对不对？爬就没希望了。这种状况，还有你去保险，保险公司说那是自杀险，不会给你保。那所以说对家里有个招待嘛，那怎么办呢？我还是去保险了、啊，我保那种一整年的意外险嘛。但是人家会不会赔啊？一定不会赔嘛。因为他那个一整年的意外险里面，我是保给我老婆安心的。我跟你讲，那保根本不会赔啊。那个保险公司跟你会赔，那是骗人的。因为我看到单子里面很小的几个字，什么登山潜水排除在外嘛。它里面就是小很小的字，你看不到，你把放大镜来看就看到了。很小，里面那红色的字很小啊，除外责任啊。对啊，它里面就说什么除外，什么除外，就是那等于说，他叫我还保了2000万呢，那保了就是给他安心的，还我还一年还缴了好几万块钱这样。那让孩子这样学到，他们生活应该，就是说孩子看到爸爸这样子的那种生，像我这样，我回家会更认真的做些什么事情。哎、你这样子做，就是说你先到地方去，走第一个，你一个人的一生就是说。很多事情可以做，你去爬这个山之前，你花那么多钱，你走这个山之前，你要做很多的准备。就比如说，你又能够写啊，你这个经验你能够把它写出来，不然你爬过就没有了，对不对？你花那么多钱，你要把那个记录下来，记录这个靠过训练了，所以你比较有阅读的习惯了，你要做这个准备啊。所以说，另外就是说，你去爬这个，哎，你把这个美景要把它设一下，你每学的东西你要学啊，你要去摄影，对，各方面都要去做，才会有办法去做这个事情。不然花那么多钱觉得很冤枉，那另外一个对人生要豁达一点，就说因为随时都因为死神在你旁边，没有事的时候，我没有跟你讲我去圣母下我差一点死掉，但是我在饭堂里面不本来要写进去，还得把它删掉，不敢出版，因为我下来的时候遇到暴风雪，
遇到暴风雪的时候，我们不是有些有架了绳子吗？那架了绳子，我们沿着绳子走。遇到暴风雪的时候，完全看不到啊。那一定沿着绳子走，但是它雪被那绳子被风一直吹吹吹，那绳子被雪盖住了嘛。那盖住就过不去啊，过不去你是要去找下一段的绳子，就把那安全钩拿下来，拿下来就没有任何依靠了。我就开始找，结果好死不死没找到，没找到就踩到一个冰的上冰面上是很滑的冰面上面去，脚都踩不进去就滑倒。那地方滑倒3400多地方滑倒，但心里就打算大家就没命了。我心里还埋怨说马祖都没有保佑我，这样天上那么辛苦，人家都没有保佑我，就滑得很厉害，滑得很严重。但在滑的时候，我就想到说，哎，我在爬阿妈达木兰的时候，有一个法国医生金马瑞死的时候姿势很美啊。不是像我家滑就四脚朝天摔下去很难看嘛？那他是跟老鹰一样飞下去，我就有这个念头，我就想说，要死就死好看一点，反正大家没什么希望了。一直想要把身体弓起来，速度很快，一直想要把身体弓起来，但是他在滑下去的那一刹那，就我身体就弓起来了，就停住了。我说为什么会停住了？结果一看，我滑下去地方看有个裂隙，滑下去地方有个裂隙，很大的一个裂隙，脚就踩在裂隙上面。就因为我要弓起来是才脚踩到，没有弓起来是踩不到，所以就活回来，不然现在你也看不到我了。大家圣母文祖就死掉了，马上师傅也不要爬了。之后我那一段我又写，后来我就出版之后说那个很精彩，要写在里面。我说下次再版之后再说。那现在我去演讲提了这段，我太也知道说下次再版之后再放上去把那个。我是怕家人担心是不是？对啊，因为。我每次去爬的时候，我都有写遗书给他们，所以谁欠我的写，我欠谁的写，要算清楚一下，不然他死一去，这可能你回不来啊。对不对？你爬这种山就是这个样子，因为死亡率很多。像马拉斯路，我看到资料里面，你网络上现在很好查，这里面他爬上100多个，死了40几个，对，那比例很高，一定很高。老师，我想请问一下，你就背妈祖上去的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啊？还有除了刚才那一段之外，还有没有其他？就是大概背妈祖大概是有当然有很多意义的。第一个意义就我在饭堂里面有讲，因为我父亲以前是打鱼的，是渔夫嘛，是渔夫，所以说那我母亲是读书人，那妈祖那地方女孩子读书是很少，所以嫁给那个我父亲。因为我父亲以前就是照顾过他嘛，逃难的时候，就是嫁，三个姐妹嘛，就是当姐姐就嫁给父亲。那我父亲，69年的时候，是当渔船船长嘛，这个龙骨断掉，结果整个船就沉了嘛，人在船上漂的，大概漂了3天，第4天的时候他也不想活了，因为没有水喝啊，水也不够嘛。那几个船员，大家都很辛苦嘛，他就想跳海死掉算了，他就问他妈祖说。人生有很多奇迹，不见得要死，所以说他就撑了一天就被大陆救走了。到救走以后，他以后本来就信什么二将军道教，他就信妈祖，信完妈祖，就这种状况之下。那我父亲问我说：“哎，你对妈祖有什么？”他说：“我们家守护神对他有什么贡献？”我说：“大家，我喜欢爬山，我说大家去爬山。”就这种因缘状况之下，而且全世界上最高的有狮子座嘛，因为台湾大家对这个山都很陌生。我想说，借我这个来爬嘛，媒体会报道嘛，杂志也会报道，让大家熟悉这世界上最有名的这14座山嘛，至少我们台湾不会缺席的。这慢慢慢有这种效果在，慢慢大家都了解了，原来有马拉斯路是第八高峰。那总统副总统也召见我，对他召见我之后，他也去做一下功课嘛，他也知道，他也知道。那还有没有？想请问一下，你怎么预估？你需要因为高山你需要氧气筒。你怎么预估你需要买多少支？那可以算得出来啊。我一般都是过7000就吸了。其实我可以无氧登顶，我有试过，可以无氧登顶，但是时间要花1倍。哦。就是我上次就看到那个老外也是一样，他走上去走到了，还没有到快到底了，但没有力气了，那他想要回来回不来了，体力怎么耗光了？因为你缺氧的话，肌肉会软掉。你没有在那个固定的时间回来，他就没命了。所以一般是低纬度的国家不要做这个测试。你们注意看，欧东纳这2年去爬世界第12高峰都没有成功，8000多一点而已。那座以我的资料里面来看，那座算比较好爬，狮子座里面那座算比较好爬，是第12高峰，但是他2年都没有成功。
他没有爬到八千，八千都没有爬到。那代表说他就是因为想用无氧登顶，他那里没有人讲，他讲不讲？这个低海拔的人做无氧登顶是太危险，非常的危险，非常危险。还没有想问你？我想问，就是在山上喝那个冬饮成膏的感觉。在山上实际上是不能喝酒，但是我在六七二有喝，就是酒就让你有种幸福的感觉嘛，就那个气氛嘛，你不能来猛灌嘛。就是天气很好的时候，大家用手都是用手，大家倒一点，我说这边怎么还有酒可以喝？大家很好奇嘛，用手拿沾一口这样，问的实际上是不能喝，一喝你会失温。因为酒喝越把整个体力散的散掉，那个地方是温度很低的，不能喝。那就是那在底下基地营就可以喝，在基地营在五千五的地方就没有问题。那为什么还想要带上去？就是有因为我是马祖人嘛，而且那个酒是很好的，一般人不知道，那一般人都不晓得嘛，都不晓得。因为马祖人很喜欢喝酒，他酒厂做的酒啊，那些人都是拿薪水公务人员嘛。我卖很多还是那么多薪水嘛，他把酒做的往坑道里面塞嘛，塞了一堆嘛，就塞了十几二十年，塞了一堆，结果有一次有人家去喝，那酒鬼想喝酒的去品尝，他说这酒那么好喝，为什么不卖？大家就拿出来卖，那一比一就把二十五年以上从给他买走，都给他买走，所以一比一赚翻了嘛，所以酒厂没有赚，一比一赚翻了，所以他就是这种状况，懂没有？现在酒就变成，因为他都是。用古法酿造，很有古风的味道，没有任何添加物，很传统的东西，所以说现在酒慢慢卖得比较好，而且他现在把一百半民营、半官方营，是也是接近民营，所以我这次爬到一个酒厂要钱，就跟他要钱啊，是说他就也帮我出了一些纪念酒，说我这个招牌给你实验嘛，他就把马祖原尊十年窖藏的。用我写的是马祖圆尊嘛，什么登峰造极八个字，然后用我的照片，还有我写的心思啊，做包装嘛，做出了一万瓶，卖得很好，是不是？他卖一瓶，我可以拿一百块，哦，说拿了他一百万，都已经被我今年被我爬掉了，就还没有卖完，已经被我爬掉。